啊，所以是 NT 打给你才知道的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跟爸爸在隔离啊。哦。所以我们不，我们没有出门啊，是 NT 打电话跟我抱怨。嗯。真的，然后他很生气啊。那谁赢了？你看那里有一只狗，它钻出来。哦，在后面。哎，你说当然是他赢了。哦。有看到一只狗吗？有，我看到，好智障哦。还好他在下面，还好他很大只哎。那个门想出来。还好他很大。很可爱。我听到了。哎呀，可爱。你推拿一百。啊，所以你们去德国之后 ，Hino 给谁？想出来玩。对啊。对，我妈妈。嗯。就之前那个姐姐啊。哦。又不了。啊，所以那时候奶奶还没确诊。那时候奶奶还没确诊。好奇怪。没有啊，奶奶，奶奶今天才第二天啊，她前天确诊的啊。哦。啊？哦。奶奶是前天才确诊的、啊。嗯。很夸张。啊，没有，要做功课，小朋友做功课，在路上面，市场的上面。什么？他问你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拿手机在拍东西。人家会紧张，会问我在拍什么。哦，对。哇，爸爸最爱吃的油条。我不喜欢。哇，这么多。对，我也不喜欢。哎呀，满满的油条哎。嗯。你看到有什么要停要说？好。那根右边那根柱子，就是有绿色油桶有字的那一根。啊，这个。嗯，对，那一只。这根柱子。嗯。这个油桶吗？嗯，对。哦，这个油桶吗？嗯，对。开始。是啊，对，好，可以哈，可以。啊、是欧洲外嘞，还有那个不是，好好，在这个对，然后还有它右边也是那根柱子，那个，嗯，柱子哦，对，就是很多水管，很多就在。摩托车正旁边。哦哦，水管的。很多水管的那一个。嗯、这样子、嗯。嗯。对，好。好，我买一杯青草茶，我好热。好。我买一杯青草茶。你刚才有买风扇吗？啊？你啊，没有，小朋友要做功课，哎呀，拍一些复古的招牌。你们这里常常啊？对，还有那个水管。你们这里常常会有人来做那个什么扫街啦？对啊，因为我小朋友是美术系的。哦。
他说要做一些复古的专题。啊，我八台都好热哦。现在的工作是好像都是爸爸妈妈都帮忙。哎呀，哦，晴天。哎呀，他在国外读书啦，他是做台湾的专题，他现在在伦敦。哎呀，我跟老板娘说了，说，他是伦敦艺术大学，里面可以拍哈。他说里面很复古，可以拍看看，你看一看，这样。好啊，你拍一下。各式各样的那个教材。好，那个箱子你近一点，近一点点。箱子近一点哈。这样。好。这样可以哈。可以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，那可以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这么好。对啊。对，等一下，我把它拿好。哎，等一下传个信息哦，因为你有传，爸爸看了会很高兴。好。就觉得你们会关心奶奶了，这样，大炒面线，大炒面线，大炒面线的摊子哦，应该可以走快一点，没关系。可以哈。可以。反正那个速度可以。那我来走巷子好了。好。藕米汤哎。哦。这个是在藕米汤。是哦。哦。哇，对啊，很好吃哎。对啊，很好吃啊。我在英国有找到米饼，很好吃，真的、哦。英国的米饼哦。对啊，就是它做成一块圆一块块圆形的，然后很大块，然后是真的米，然后就有什么焦糖口味，然后巧克力口味。它是给婴儿吃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婴儿在吃的。哦，有救水管的。这个是修理机车的老店。这样。哦，这个房子超旧的。三角街。哦，三角街。垃圾桶，旁边卖食物。这边阿嬷的店，这里家废弃的店，这样好，你拍一下这里，这个植物这边，对，这样，对，要近一点还远一点吗？没有，这样 OK。后面好贴这个、哦、很多观世音菩萨，好，这个也拍一下，这里，
我上次看到观世音跟基督被贴在一起了。真的呀，这么时髦。嗯，是小朋友的坏掉的玩具。嗯，南屯老街大猪公。什么大猪公？哦，铺满了，铺满，以前都叫大猪公。应该是够了吧，我觉得够了哈，应该够。你可以就走回去，走回去了。我现在就是要走回去啊。哦，好，那就我现在刚好就走回去了，走回去。我们隔离好像是不是又会缩短了？希望啦，因为他目前在预告说会改3+4。3+4是怎样？然后你们3+4就是隔离3天就好啦。哦，这差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对啊。然后等于你们25还26号到？26号到。那26号到，等于你们关27、28、293天而已。哇！然后落地你们也不用做 PCR 了。哇！太棒了。对呀、啊，只要做快筛就好，唾液快筛。嗯。哎，这里很缤纷啊。嗯。啊，3+4就是3天隔离，4天自我检查。自我健康管理，你们就是不能去餐厅吃饭，嗯，啊，不能搭高铁、捷运，嗯，然后其他都可以。哦，那希望快点。就是不能跟朋友约聚餐了。嗯。嗯。对，还好啦，3+4一下就过去了。对啊，那应该会改、啊。我跟爸爸现在是7+7呢。哦，你现在今天才自由嘞！今天才自由嘞！这么久、啊？嗯，对呀、啊，等于14天呐、啊。我以为就7天而已。没有啊，自主健康管理，你也不能在外面吃饭呐、啊。哦，所以你们今天才可以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今天才这样在外面走来走去、逛来逛去啊。这么久、啊？还边走边喝东西。对啊。你看我回来那么久了。可是其实中国更惨哎。中国是21天啊。对啊。关着，而且不能在自己家里啊。对啊，他们要住饭店啊。对啊。而且他们那个饭店，他们那个饭店不是可以自己选的，他是随机分配耶。对啊，所以 TJ 人都不敢回去啊。哦，他想回去，他不敢回去哦。对啊，他三年没回去，他连他爸爸去世他都没有回去啊。他是中国哪里？中国，深圳那边。哦。好像有一些省要更多，好像有一些省要28天了。反正就是很夸张了，不管21或28都很夸张。然后好像进去北京又会更严格，应该是有我那个张董说关了40几天啦、啊，四十几天。对啊，为了要回去一个礼拜，关了40几天，真的很痛苦。他是去哪里？他去哪里？啊，他一回去就那个上海封城、啊，他一回去就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啊。我说他是回中国哪里？他好像也是深圳那里。哦，40几天、啊、是什么？哇，真的是很北气、啊。而且他们都没有机票、欸，他们都买不到机票从英国回去。一定很贵啦，不是买不到，应该是很贵吧？很，那、啊、也没有直飞啦。哦，没有直飞的票，都要转机啊，然后又很贵啊。对啊，我就看应该 TJ 人要回大陆很难了、嗯，非常的难。嗯，看在今年是我觉得一定没机会了。我也觉得没机会。对啊，安娜，你同学有人要回去吗？有啊。有啊，那他们怎么回去？
就也是就买机票啊，怎么回去？哦，买机票回去哦。他只是要在。